好，双方二比二平手。野兽第一次持球，防守专家张之锋贴上去三分球，哇哦！一开始大号的三分球。好，先来看一下，其实刚刚张之锋防守100分了，但还是被林志杰投进。哦，张之锋这球真的是已经守得不错了。哎，滑到篮筐底下，张之锋出手没进，但野兽抓下篮板，被这个假动作给骗到了。野兽的罚球，第一球罚进。林志杰的部分呢，昨天有21分，而且有10个篮板，还有5次助攻。昨天台湾第一人的对决，林志杰和卓伟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啊，框真的非常的软哦，所以导致球有可能弹进的可能。林志杰球在篮筐底下放进2分，16比13，达西目前只落后3分，野兽再次然后这个出手高星球，哇，野兽2到5分钟的抢时时间了，18比14，林志杰又先拿一下左手上篮拿2分。领先非常重要的关键，他们需要持续保持这样的态度。林志杰三分外线，哇，他今天在外线的手感和胖的无法打漏的一个或两个人啊，他目前不是要上场，是让他很吃亏的。在篮底下，林志杰再度拿分，再往外传。林志杰在三分外线的出手进，空心球。给到底线找林志杰，进攻时间剩下10秒。张之锋的防守蛮严密的，林志杰只好拿球看三分投进去了。